教官刚松示意。北天木偶一沙门志叙述，教者，圣人被下之言也。观者，秉教修行之法也。教纲万书，大纲为八，而化仪无体，全览化法未体，则藏通别圆四交，乃教之纲也。一教设观，亦复万书，而悉空体空，四谛一心四观，收无不净，则悉体等四，乃观之纲也。教观虽各有四，而前三是全，后一是实，未实失全。开权显实，乃佛法之宗要也。临济云：实取纲宗，本无实法。夫四教四观，总为对治众生见思无明众轻诸病而设，药不执方，何宜而用？所以失此四教。须有顿见秘密不定四种之书，岂容执着？又未实施权，则不可执实而废权。开权显实，则不可执权定一时，故云无实法也。官非教不正四句。问：教官指曰自行化他，本无二理，何得云有教无官，有官无教耶？答：得一之人，举一教字，教为法界，便具官法，不必更别言官。举一官字，官为法界，便具教法，不必更别言教。只因众生但任语言未交，不能与观相应；但任功夫未观，不能与教相应。故设作功夫，不以教应，则盲修瞎练，未免行邪险境。明知为殆，有所云思而不学也。涉学文字，不解观心，则说实数宝，就竟盲无受用。明知为妄，有所云学而不思也。依教涉观数亦略同，化法四教，则有四观，化仪四教，但有三观，无秘密观，故云略同。又顿见不定三教，统该化法四教，而顿见不定三观，为曰圆观，故云略同，名其不净痛也。半字满字，欲出大涅盘经，例如此方小学大学也。三藏正化二圣，谤化菩萨，多多和和，见又出学，故如半字，通教正化菩萨，谤化二圣，名为大乘出门，别教读菩萨法，原教纯名佛法，故如满字，此略判也。细而论之，藏通全真，名为半字，别圆全中，名为满字，
右藏教不能通至别缘，故但是半字。通教能通别缘，是半而含满。别教须用藏通方，便是满而代半。唯原教始终皆以佛之佛见而未修行，是满自法门也。生灭门不生不灭门，三藏全生灭四谛，由之正道，故名为生灭门。通教全无生四谛，由之正道，故名为不生不灭门。意义往略判也。细而论之，三藏世界内生灭门，通教世界内不生灭门，别教世界外生灭门，原教世界外不生灭门，又通教约界内论，不生灭，约界外观，人数生灭，以其但能体分断空，不能体变异空故，别教约界外论，虽云生灭，约界内观，亦不生灭，以其虽不体变异空，亦能体分断空故，灵言界内界外者，三界之内，见思为因，所感分断生死为果，藏通二教，正治此病，名界内教，三界之外，方便十报二土，无名为因，所感变异生死为果，别缘二教，正治此病，名界外教，对半名满，诸方等经，但偏赤小，叹大包圆，故云对半名满。然细论之，或以通别缘对破三藏，如为魔经五百弟子品是也；或以别缘对破藏通，如佛与弥勒论说俗谛，诸大弟子未说真谛，真俗句不解是也；或为以缘对破藏通别教，如大佛顶首楞严经，呵斥不知常住，真心性净明体，用诸妄想，不知二种根本，错乱修习，别成三圣魔外者是也。涅盘追说四教，追敏四教，众位未入识者，广谈常住，是追说原教也。又为末世顿根众福三权，是追说藏通别教也。虽复四教并谈，而与方等四教不同，方等中之四教，藏通出后并不知常，别教出不知后方知，初心虽知中道，是但中理，不具诸法，不同涅槃佛性，为原教出后具知。今涅槃中之四教，同之常住，故不同也。即前三教亦皆之常，不同方等中隔一之。三，是追敏藏通别也。即服三权以住一时，不同方等中对三之一，是追敏原教也。般若代通别证明原教，会通一切事出世法，皆摩诃眼，
互聚互融，是圆教也。或说法性离一切相，非生死，非涅槃，非有位，非无位等，则是待别教义。或说一切法如幻如梦，或说诸法实相三成同证，则是待通教义。盖般若明空，有共不共，共即诸法本空，三圣同证，出三界，因果幻复，是通教义。不共即第一义空，菩萨独入，断三土二死因果，是别原意。若云依第一义空的成诸法，由是别意。若云即第一义空，顿具诸法，诸法无非第一义空，乃是原意也。细玩大不般若，显发原意未多，未顿根人，略带通别方便耳。后人判般若未空宗者，但得共义，尚未知别教义，何况知有原教义耶？秘密不定，具足应云秘密不定，显露不定，盖一因说法，随类一文一解，就相之边，则明显露不定；就不相之边，则明秘密不定也。秘密故无可传，可传便属显露不定。又或一作说法，两人所闻所解不同，若互相知，则皆明显露不定；若互不知，则皆明秘密不定。若此知彼，彼不知此，或彼知此，此不知彼，则曰不知边，便明秘密；若曰知边，便明不定也。法上无一云何有四？诸法即灭相，不可以言宣。又诸法从本来，常自即灭相，即灭则何一何四？此所谓实，取刚宗，本无实法也。因病设药，大纲为四，开权显实，九境归一，一为实，三为权，权实相对，皆是不得已而有言。若论本体，不但不可名四，亦复不可名一，故云非权非实也。然所谓非权非实者，非未出权实外，别有一法名谓非权非实，但以权即实，加之权，故即非权；实即权加之实，故即非实。由于波及水加之波，故即非波，水即波加之水，故即非水。究竟同一失性耳，失性岂在波水外哉？四阿含毗尼阿毗昙，阿含亦云阿吉多，亦云阿吉摩，此番教，又翻法规，又翻传所说义，又翻无比法，通则大小二教，
皆名阿含，别则增一阿含，约数名法，常阿含，名世界升起等事，中阿含，名诸生意，杂阿含，名诸禅法，乃摩诃迦叶请阿难陀劫集，故云四阿含也。毗尼亦云毗奈耶，亦云毗奈耶，此番善智，一番调伏，一番灭，一番律，通则佛所说教，皆名正法毗尼。别则因是所至五篇戒相，摩诃迦叶请优波离劫集，成毗尼藏，初为一部，后因正部分为大众上座两部，乃至分为十八部等，久后流传，只留五部也。阿毗昙亦云阿毗达摩，此番无比法，又番对法，通则佛所说法，亦皆名阿毗昙。别则摩诃迦叶自结佛所说论，即阿罗汉所造诸论，名为阿毗昙也。问：半分皆有三藏，何故独名半字法门以为三藏教耶？答：凡有二义，义者半字三藏不至个别，满字经律二藏混同，二者俱法华语，贪者小乘三藏学者，又至度论，处处以摩诃掩饰三藏法，故呼半字法为三藏教也。问：何故不名为小乘教耶？答：此教具有三圣权法，是故不可偏名小乘。生灭四谛，三界二十五有果报色心，并是三香有味之法，故名生灭苦谛。贪分烦恼二万一千，甜分吃分等分一个二万一千，总此四分，共有八万四千烦恼。此烦恼心皆悉流动扰浊，内心由此方起善恶不动三有漏业，能感三界生死苦果，故名生灭极地，以戒定慧对治一夺贪甜痴等，名为出世之道。譬如名生暗灭，故名生灭道地，灭彼三界因果之有，方得还于真谛之无，故名生灭灭谛也。问：有谓四相，所谓生住意灭，今胡但于生意灭，复有处但于生住灭耶？答：略则但言生灭，足显有谓；广则虚言生住意灭，以表无实。生表此法先非有，灭表此法后定无，意表此法非明然，住表此法暂有用。经处中说，故云三相自无而有，假说未生自有而无，假说未灭中间暂有，假说未住住不久停。
复名为义。故言住即摄义，言义即摄住也。若二若三若四，总显有，未虚妄不实，平等平等。思义生灭十二因缘，发业无明，大冤有二。义者一手果余，不知善恶因果却然无谬，故发三途恶业。二者真实一余，不知三界无常无我，贪者人天色无色界果报，故发有漏善业及禅定业。有此二种无明，既发有漏善恶不动三种行矣，便于现前一念心中，引得将来三界受身时种，即此十种，便具名色六入处受等种，故云无明缘情乃至处缘受也。复由迷是无明，于悉因所感现境界受不了之，故而起贪爱。所谓于诸乐受，则爱其何于诸苦受，则爱其名等，复由此爱而起于取。所谓于诸乐受，种种追求，令其常合于诸苦受，种种方便，令其速离等。以此爱取二种论生之祸，数数盖贯心中时等无知种子，令其渐渐增长成熟，变身有涯。有涯既生，则此生灭位，任运向彼受生。既受生矣，任运千变而至老死，起于种种忧悲苦恼，故云受缘爱乃至生缘老死等也。所以无明即行，未能引二之十名色六入处受，未所引五之爱取即有，未能生三之生及老死，未所生二之十之属因，皆曰现世；二之属果，别曰未来。一生死果，复起无明，依于无明，复起行等，致使三界因果不绝，足显轮回及离断常，不堕无穷之过。此事出在为时的可依成，不必更依小乘论解也。问：十始皆能发业，皆能论生，何故发业偏说无明，论生偏说爱取耶？答：发业则无明力强，举强以该弱；论生则爱取用胜，举胜以舍劣。是此十二缘生，更有多门分别，具如实论，须往寻之。十有二谛，此教但名人空，不明法空。故云五阴十二入十八界，皆是十法。依此十法合合，假名为人。人虽定无法，则实有名为俗谛。直呆修人空观断尽见思，方灭三界因入界等俗法，复归真空。
名为真谛也。诸行无常四句，若论此四句偈，亦能横竖该摄一概实教。出横摄者，藏教以三界依正色心因果名为诸行，一一皆是无常生灭之法，必须灭此因果，方正真谛寂灭之乐。通教亦以三界依正色心因果名为诸行，皆是无常生灭之法，体此生灭，即是灭以辨证真谛寂灭之乐。然此二教虽证寂灭，实无能受乐者，以无复生之故。别教则以分段变异二种因果，通明诸行，皆非真常，皆是生灭门舍，灭此二边，显于中道寂灭之理。而有四智菩提妙心，有大圆净智相应心品所现无漏身土妙色，故得恒受此真乐也。圆教亦以实界因果通明诸行，通明无常，通明生灭，而乐达因果即是实相。无常即常，生灭即无生灭，故云生灭灭以寂灭为乐。此则不断痴爱，起于名托，如融冰为水，所以三千果成，咸称常乐也。四数摄者，诸行无常具，摄得六凡法界，以有位有漏故，是生灭法具。摄得藏通二乘法界，以出世圣人，乃能知其未生灭故。生灭灭以勾摄得别教菩萨法界，以灭二边，归中道故。寂灭未越具，摄得圆教佛法界法，以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故。今但用此四句正篇真理，则诸行无常是生灭法二句，即苦集二谛，生灭灭，以一句曰三学未能灭，即道谛，曰因果未所灭，即灭谛。四谛皆是因果事相，名安立谛寂灭未乐一句，曰所显理以为真谛，乃是非安立谛，故云理居世外，未偏真也。知一切法从因缘生，名字未终，观察正因缘尽，具破外道凡夫分别我法二执，言法执者，不出邪因缘即无因缘二种，十方梵天等名邪因缘，自然名无因缘也。言我执者，忘记是常事，一自在能为主也。然知一切法从因缘生，亦有四交叉别。若知性具为因，迷悟为缘，三千性相为所生法，即属缘教。若为一切种实为因，辗转趋其为缘分断变异乃至四智菩提为所生法，
即属别教。若以六十相应有漏种子为因，六尘美恶中庸境界为缘，三界依正色心因果所生法，即属藏通二教。但通教则知若因若缘若所生法皆如幻梦，藏教则以为实法耳。故缘解则能辨破外道凡夫我法二执，即藏通别等种种法执别教义，能破于外道凡夫我法二执，即藏通二教法执通教义，能破于外道凡夫我法二执，即三藏教法执。经藏教则为破外道凡夫我法二执也，即从内六十因外六尘缘而生，则三界一正决定不从实生，不从方生，不从大梵天生，不从即为性生，不从地生，不从水生，不从火生，不从风生，不从空生，亦不从神我生，亦不从本寂生，但由内因外缘和合，所以虚妄有生，则亦非自然生，故能辨破邪因缘无因缘二众法执也。若法从因缘生，生必有灭，故无常。生灭相异，故非一，非一则不自在，不能为主，故必无我。正报既非是我，则依报亦必非我所依。宣顶忍是第一，由四念处发四正情，断二恶，修二善，劝观四谛，能发四解，犹如钻火，先得宣香，故名为宣。由修四如意足发生禅定，地观转明，如登山顶，洞览四方，故名为顶。由定慧均平，善法增进，能成性等无根，安住不动，故名为忍。由五根增长成立，能破五障而皆见道，于诸世间有漏位中最为圣妙，故名为是第一。以此有漏闻思修慧位，增上缘，资助本具无漏种子，令发现行而入见道。八忍八智，欲界四地下，各有一忍一智，为苦法忍、苦法智等。色无色界四地下，亦各有一忍一智，为苦类忍、苦类智等。何为八忍八智？忍即无漏禅定，智即无漏观慧也。无见道中三昧断惑明之为忍，乃即慧之定，解脱道中观慧正理，明之为智，乃即定之慧。真无漏三十四心，见到八忍八智，明十六心，修道约三界九地，各有一无碍一解脱，明十八心，见修合论，共成三十四心，
此之定慧并从无始本具无漏种子所发现行，由此现行能证真谛我空真如，故云发真无漏三十四心也。三大阿僧只结所修福智慧增上缘，无始法而无漏种子为清因缘，故得顿发顿断顿证，然约所断或品，故分三十四心。若约能断能证，为是无漏定慧而已。所证之是我空真如，一名则灭无畏，无畏真如，不堕诸数，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故名三十四心。复分见顿种种不同，苦无逼近相似句。三界色心一正诸果，名为苦地，如幻如梦，当体全空，所以无逼近相，所谓生死即也。盘也，见思烦恼有漏行业，名为极地，不自他生，不共无因，所以无合合相，所谓烦恼，即菩提也。即体达烦恼，即是菩提，故道不二相，非别有法未能治也。即体达生死，即是涅槃，故灭无生相，非别有法可证的也。然此但是即空，故与原教集中不同，痴如虚空，乃至老死如虚空，无名如幻化不可得故，乃至老死如幻化不可得，痴即无名也。十二因缘流转还灭名相，与前藏教不殊，但以体空智慧乐达即生非生，灭即非灭耳，痴如虚空等者，地观无明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犹如虚空，但有名字，毫无实体也。行等立之，无名如幻化等者，无名不自生，不他生，不共生，不无因生，以当体不可得故，欲如幻化本不可得，不可妄为自他共离生也。行等亦然，幻有空二谛，三界因果色心一正，并是非有似有，犹如幻视，指此幻有以为俗谛，有即是幻，则当体全空，非灭不空，指此即空以为真谛，此则真俗不二，不同藏教真居世外，两种含中二谛，通含别者，幻有未俗如前说，幻有即空未真，而此空理即是真如，其体不空，故能为名物一。是则真谛之中含有别教中道理体，故名通含别二谛也。通含缘者，幻有未俗亦如前说，幻有即空未真，而此空理即如来藏，一名为空，一名不空，名空之
十，空即具一切法，一切法皆去此空。眼不空时，不空亦即具一切法，一切法皆去不空。是则真谛之中，含有圆教圆空圆中道理，故名通含圆二谛也。别入通三谛，通教指云有漏世俗，无漏世真，经历非漏非无漏具以显中道，则三谛一成，盖由前通含别二谛，故成此别入通三谛也。圆入通三谛，三谛通前，经历非漏非无漏具以显中道，一切法皆去非漏无漏，则此非漏无漏具一切法，圆中一成，盖由浅通含圆二谛，故成此圆入通三谛也。诸法不自生四句，四性推减，通乎四交，无生之意，局在后三，藏通二教，指六凡位诸法，别圆二教，指十界位诸法，藏教名六凡诸法，自众有故不从他，呆众缘故非自作，无作用故非共生，有功能故非无因。此四句出极论，则显缘起正理不堕四执也。通教名六凡诸法，如幻如梦，如水中月，如空中花，非有似有，有即非有，不可说从自他共离而生。且如妄情所记三界有未生法，虽复万品刹书，略而言之，心静二字收无不尽。先曰心，法以推四性，若自生者，从心生心应有二心，又不对境时，心应常生，而时不生，故非自生。若他生者，从境生心，与我合语，又胜者对境，亦应生心，而胜不生，故非他生。若共生者，为心境各有生性，故共生耶？为心境各无生性，故共生耶？若心境各有生性，何须呆共方生？又设呆共方生，应有二心并生，为一从心生，一从境生故，而实不然。若心境各无生性，共亦何能有生？如一沙无油，众沙共压一起有油，故非共生。若云无因生者，既不因心，又不因境，心境尚无，云何能生于心？不应虚空突出心识，故非无因。如是四性简则，不得心之深处，则知心本无生也。次曰净法以推四性，若自生者，从净生净，应有二净，又心不愿时，净应常现而时不现，
故非自生。若他生者，从心生静，静还属心，何得明静？又心念兔脚，兔应生绝，而脚不生，故非他生。若共生者，例如前破，但以二心并生，改作二境并生未易。若云无因生者，不应日中孤独明月，如是四性简则，不得静之深处，则知静亦无生也。是以若心若静，具如幻梦，求其生性了不可得，当体无生，此无生理。今故常然，始终不改。佛不能增，身不能减，但约种性差别。有三圣人，约悟入浅深，分时地位耳，别教名十界，诸法自众有故，不从他。呆众缘故非自作，无作用故非共生，有功能故非无因，则显不思议缘起正理，皆以真如为一物依藏时为持种一，以先知有真如藏时，而用四性推简入无生门，故为别教功夫也。原教名十界诸法，非法性生，故非自生，非无名生，故非他生，非法性无名何生，故非共生，非离法性无名别有诸法，故非无因而生。随依依法体及法界，当体无生，无生而生，三千宛然，生即无生，三千无性，非生非，无生，唯一实相，实相非生，生亦实相，实相非无生，无生亦实相，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，因缘集中，双照空假，此事原教出无生门，一门一切门。阿字集聚四十二字功德，余字亦然，故谓原妙无功夫之功夫，解苦无苦而有真谛。三界果报名为三苦，解之则皆如空华，无逼镜像，但是真空法性而已。真谛即在虚妄苦谛之上，如空处即在华处，无二处也。于此真谛假立四名，四病即真，真非事外，乃是通教所全之理。今人谈玄说妙，迥超情见，臂力万仞，总皆不能出此。伏习润身，别圆二教正中道理，则以中道法身为应化本。譬如月映万川不虚，或夜受身也。藏教说，或是时有故，菩萨不可断惑，断则不能三僧只受身行道矣。通教说，或是患有故，菩萨体患而断正始，
正始既断，设欲涅盘，即便能入，但有本愿力故，不取涅盘以神通力。夫其三界思或于习资于故业种子而得受身。所谓思或于习者，非贪似贪，非慢似慢，非痴似痴等事也。行则五行差别，界定会三，名为圣行，实住入空行也。慈悲喜舍，名为梵行，十行十相入假行也。一理成行，名为天行，出的以上中道恒也，从天行体起化他用，是同小善，名因而行，即慈用也，是同烦恼，名为病行，即悲用也。藏通二教，但有圣行及少分梵行耳。今有五行故不同前，原教则一行一切行，今有次第故不同后，一因迥出不及二边。正因佛性即指中道理体，非是生死，亦非涅槃。藏通二教之所不全，又复不具愿了。二因故不同缘，一果不容诸位差别。妙觉即果，方正法身，不云出发心时变成正觉也。不思一生灭十二因缘，知末无名未分断身因，已如藏教中士，根本无名者，不了心外无法，厌苦断集，正也。修道即是迷于中道真实义谛，发起界外偏真无漏行也。由此引申方便变异生死十种，复愿界外无漏正受，而其涅槃法爱深深取者，润彼变异十种，令身有涯，招感方便不思议变异生死，又不了心外无法，呵气真空，别修万行，亦是迷于中道真实义谛，发起界外入假神通行也。由此引申十报变异生死十种，复愿界外圣妙境界，而起神通法爱深深取者，润彼变异十种，令身有涯，招感十报不思议变异生死，直至佛果，则十二品无明尽灭，方得二死永亡，显中二谛。数通教之二谛以为俗谛，则十界皆为俗也。以不有不空为真，则中道为十界迷雾所依，乃为真也。名言中道为真，故称显中。原入别二谛，当教以真谛显中，中但不有不空法性而已。今明法性具一切法，一切法皆去不有不空，则不有不空之外，更无一法可得，是十界之俗，有属别义，不有不空之真，以成缘，义也。别三谛，
显中二谛，则何有之与空为俗？不有不空为真。今分此俗谛为二，未有即是俗，空即是真。取真谛之不有不空名为中谛，则二谛三谛，但有开合之殊，亦无增减。缘入别三谛，有即是俗，空即是真，不改别意。不空不有名为中谛，中谛具一切法，则为圆中矣。圆建立众生，藏通别教，虽亦各论四悉谈义，而收集未普。今圆教人，穷心性圆，彻法界理，自行即圆，故四义亦普。所谓为实施权，开权显实，权实不二，用与事宜，如一语所论，大地普洽也。不思议二地，三千性相皆名为俗，一一无非实相，故名为真。三千之外无实相，则即俗恒真，是造即理具也。实相之外无三千，则即真恒俗，理具即是造也。故云理具是造两众三千，同居一念，亦可云同居一尘，同居一名，如一念，一切诸念亦然，如一尘，一切诸尘亦然，如一名，一切诸名亦然，真俗不二，真俗宛然。圆正三德涅槃，法身得明性净涅槃，般若得明圆净涅槃，解突破得明方便涅槃，唯是一心，更不纵横并别，故名圆正藏通二教。不知法身，但有修的深空般若，仅能尽于见思，未得一切解脱。别教为法身本有，般若修成，解脱时满，则先后立别，不明圆正，实胜观法。第一观不思议境者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佛法众生法，一一皆不思议，皆得为所观。仅但初机之人，则为佛法太高，身法太广，故但就现在自己应戒入法以为所观。又舍戒入，但观于因；又舍前四因，但观十因；又七八二十为系难观，前五根实现起时少，故但以现前一念第六意识为所观境，境而复要也。现前意识不起则已，起则于时界中，必落一界，若落一界，必具百界千如。以此随落一界之心，非是心之少分，必是心之全体，心外更无百界千如故也。
若顿了此现前一念，全具百界千如三千性相，无自性，无他性，无共性，无无因性，无性亦无性，则能顿证三德密藏，则未出发心，时变成正觉，则是定慧平等庄严，则已变破三惑，则已乐知一切诸法中皆有安乐性，则已具足圆妙道品，则已到于事理彼岸，则未根于菩萨正位，则未永超十摩八摩，则以心心留住萨婆若海，是为上上根人之于一法具足十法成也。若虽观心未能顿入，应念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云何诸佛已悟？我及众生犹至迷情，犹是缘无作四谛，应重发起四弘誓愿，应发心故，一发一切发，登发心住，则是定慧平等庄严，遍破三惑，知一切法皆安乐性，具圆妙道品道事理彼岸，登菩萨正位，超拔摩十摩，心心流入萨婆若海，知一切法本不思议，是为上中根人于第二真正发菩提心，具足十法成也。若虽发心，心仍散动，未能登位，应念心体本来寂照，善巧调适，或以极寂之照令不沉默，或以极照之寂令不浮散，浮沉并除心体明净，则能遍破三惑，正安乐性，具圆道品，道事理岸，登菩萨位，超越魔境，入萨婆若，知一切法本不思议，初发心，时变成正觉，是为上下根人于第三善巧安心止观，具足十法成也。若虽以止观安心，心仍未安，未得及正寂照本体，必于所观一念三千之境犹存一解，未知当下即空假中，应以四性而检择之，其根立者知观一念三千无自生性，即当悟入无生，无生则无不生，三谛圆显，十圣具足。若根顿者破自，则必济他，破他则必济共，破共必济无因，辗转破尽，方悟无生，具足十圣。若犹未悟，必当度入相续架中，应观此一念三千，为前念不灭后念续耶，为前念灭后念续耶，为前念亦灭亦不灭后念续耶，为前念非灭非不灭后念续耶。若人不悟，必当度入相待假中，应观此一念三千，未呆有
念而立耶？未哉无念而立耶？未哉亦有念亦无念而立耶？未哉非有念非无念而立耶？如此辗转简则，若能悟入无生无不生者，则知一切诸法中悉有安乐性，具圆道品。道是彼岸，登菩萨位，超越魔境，入萨婆若，知一切法本不思议，变成正觉，定慧庄严，是谓中上根人。于第四破法变，具足十法尘也。若虽曰因尘相续呆变破诸惑，人谓入者，应思一切诸法中悉有安乐性，但除其病，不除其法。如今克去魔养诸，如影降去恶存鼻，那个一向破法，则破却成塞，今须善时通塞。若塞须破，若通须护。如圣王伦宝，能破能安，由此时通塞故，即塞成通，烦恼即菩提，菩提通达无复烦恼，生死即涅槃，涅槃即灭，无复生死，则能具足圆妙道品。道是彼岸，登菩萨位，超越魔境，入萨婆若，知一切法本不思议，变成正觉，定慧庄严，变破三惑，是谓中中根人。于第五识通塞，具足十法尘也。若虽识通塞，仍未能即塞成通，应观现前一念三千性相不可思议，即是缘心念处、一心念处、一切心念处，正情策发，缘如意定而生五根，令其增长而成五力，调停七觉，去八正道，开缘三解脱门而入密藏，则未到于世，立彼岸，登菩萨位，超越魔境，入萨婆若，知一切法本不思议，变成正觉，定慧庄严，变破三惑，证得诸法皆安乐性，是谓中下根人。于第六调是道品，具足十法尘也。若虽调练无作道品，而观慧力弱，盖障偏起，不能入位，必有无始事障未除，应审观察合障偏重数数现起，兼以事行而对治之，理观为主，事行为主，正住合行，不习身命，是当刻正中服懈习，由是理二治，能断无始是理二幻障故，豁然正入，未相分明，则未永超魔网。入萨婆若，知一切法本不思议，变成正觉，定慧庄严，变破三惑，正安乐性，
具足圆妙道品，是为下上根人。于第七对至住开，具足十法尘也。然对至住开之时，纵令顿根，必皆有益。倘不知次位，岂增上慢，以烦烂甚，招祸不轻。故须身自检查，未就近耶？未分正耶？未相似耶？意意仅仅小清安耶？既知未次，不起上慢，必有强软诸魔恼乱真修，须加安忍不动不退，测尽五品而皆实性，既皆实性，六根清净得顺道法，一生法爱，须离法爱而入纷争，入纷争以分得大理、大誓愿、大庄严、大智短、大辩知、大道、大用、大权识、大利益、大无助，是为下根人。具修十法而成大乘，甚是大乘，游于四方，直至道场，自运功毕，运他不休，故此时甚妙观。犬性起修，犬修显性，非横非竖，横竖该彻也。复三词体相，生缘词有六种差别。一凡夫修生缘词，成犯王符，以爱为体；二外道修生缘词，取犯天过，以见为体；三藏教二圣修身缘词，对治田惠，做父母亲属想，以示地位体；菩萨修身缘词，广行嫉妒，亦以示地位体。然皆不起我人等职，依稀空观的成。四通教三圣修身缘词，皆了生空，一体空观的成。原六凡境亦得以示地位体。五别教次第先修身缘词，亦以示地位体。不起我人等妄执，亦是依稀体二空观成。实性稀空，十住体空，六圆教一心中修身缘词，知识法界即空假中，缘此即空假中知识界有情，一一皆作父母等相，故以妙有未门得论六极。法缘词有四种差别，一藏教二圣了生空，故观诸众生为是四大五蕴，不生田恼，随力嫉妒，以生空观未体。菩萨虽未证空，亦得修空。二通教三圣了生本空，法亦如幻，二圣随力嫉妒，菩萨弘誓遍周，同以空观未体。三别教次第修法缘词，知空而不住空，悟缘生法，广度九界，以从空入假观未体。
四元教义心中修法原词之十界原生之法即空假中，原此即空假中之十界法之其无性，故以妙无畏门的论六极。无原词有二种差别，一别教时回向，不愿十界假名之众生，不愿十界五蕴之法相，为原中道佛性，故名无原，以相似中道为体。若登出得后，则与原词同。二元人出，心集了三千诸法，一一当体集中，中道之外，更无别法，能所顿觉，与拔难思得论六极。故有观情无原词乃至究竟无原词义，至一词体而论三词，故三词皆妙，三词皆论六极。如慈心三昧，有此种种差别，悲喜舍亦如是。但曰与乐名慈，拔苦名悲，见他得乐，心生是悦明喜，愿清平等一相，心无系住名舍也。教观是一中，弟子等福愿，十方三宝常住世间，利益有情，同源种智，集资功德，养其各个父母现增福寿，速的一心觉生极乐，广度众生，普愿过去父母，历劫愿亲，同盟拔济，稽首皈依，诸佛菩萨悲悯听许。